那我写了一个程式可以让这个 YWO 可以方便做一些理化的实验。好，那开机的时候会看到液晶萤幕显示这样子，好，按下 D2 去转换模式，那同时在 Serial Monitor 上面也有相同的讯息。好，那 D2 就是这个按钮开关，所以我们把它按一下，它就切换到第一个模式，是测量那个环境的温湿度跟压力。好，那温湿度就由这个 DHEE 来负责侦测。那压力其实这个地方类比接角要接一个压力计。好，那我用的压力计就是这个 NPX415AP 的这个压力计，那只要把它接上去就可以显示压力了。好，现在把压力计已经接上去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这边显示了目前的压力大概就是一个大气压。